Well, I won't hesitate no more, no more. It cannot wait. I'm yours. 碎的声音说了一句话，输了你，赢了世界又如何？对，吃完饭了。什么录完曲以后，你说我弟弟这个疯子红凡冲着女生唱美声会怎么样？今天确实有新歌啊，就是新歌，新歌，所以说我唱一首老歌，唱一首老歌。在车上唱，在车上唱，在车上唱。你是哪种就开车过去然后就开始唱歌那种人吗？OK， 来来，你是我手忙脚乱爱过的一场惊鸿，风也不浓，想碰却害怕牵起的手。每当我眺望星空，惊悸中回味激动，你的温柔在我心上何须翻涌。好 ，OK， 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是唱歌的时候魅力不一样啊，魅力不一样啊。Well, you done done me in your heart. I tried to beat you, but you're so hot that I melted. I felt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. Now I'm trying to get back. Well, I won't hesitate no more, no more. It cannot wait. I'm yours.他俩的配合好厉害，200分，英文歌加分是不是？200分。A B C D， 负200，这不行吗？200，赢得很彻底，对不？而且只唱了三个字母，第四个是什么？迪哥 ，E 啊 ，E 啊，好 ，E，E，E，A B C。哦，对，是 D， 哦，对，是 D， 是 D，E 啊 ，E， 拉倒吧你。其实还有一些瞬间是男生以为自己很帅，摸高、空气投篮，很少有男生那样吧？哦，挺多的，他每次是一连贯的，他这样子，对，就每次就这样。我不是这种人啊！你演这个比那些好多了，对，你演得很好，哎，很流畅。我真不是这种人啊！真的，你摸高投篮，关节响，然后撸两下铁，掉牙签。你把这个来一套吗？来个牙签嘛。对，吃完饭了。哇！什么撸完铁以后？哇，自然的。哎呀！演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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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不这样，我射手后裔。怎么看到过你这样？不是我。那这种呢？这种就是。哎，好恶心。接下来我们就进阶到剧情学习。哦，剧情。我们准备了几个不同类型的男主演绎本，需要女生配合来念旁白，女生一边念，男生一边演。
第一个本子呢是魅力冷酷型男主。魅力冷酷，冷酷型啊。你来嘛？那明浩，那明浩太适合了。明浩合了。对，你再不选这个，你待会儿后面更吓人，我觉得。好吧。我读啊。男人风衣的领口随意的敞开，露出雪白脖颈下精致的锁骨，又将金丝眼镜拉到鼻尖，低到不能再低的位置，白皙纤长的手指从口袋里拿出指挥棒，挥舞的如同炽热的火焰。露出刀削般清晰的下颚线，朋友都说他金口难开，可是今天终于等到他用极为慵懒的气泡音说：“老妹儿，知道不？我老想你了。”哦，好，挺清冷的，哎，好冷，挺好的。下一个本子是破碎感男主，哦，破碎感。我那 Harry 太破太碎了，破碎感，破 fragile 破碎感的男生，哈 ，Action， 男人修长的身子险些踉跄跌倒，还好他扶住了门框，脑海中不断回荡着清晨离别时那些话语，每一个字都如同刀刃。切割冰冷外表下那不为人知的脆弱。他慢慢闭上眼睛，眉头骤然颤抖了几下，抖嘴，仿佛将全身力气耗尽一般的摔在了地上。我摔啊，咳的。他挣扎着又爬了起来，突然惨然一笑，深情地望向旁边的小提琴。哟，家里好，那么刚好有个小提琴在这里啊。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将小提琴拿起，他将所有的情感注入拉响。曲调时而悲伤，时而快乐。突然这样，时而抒情，抒情。Crazy 随着琴声，他的眼角有一滴泪骤然滚落。哎，关他用破碎的声音说了一句话：“输了你，赢了世界，又如何？”哇！哇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好累哦，这个。好好，哇，100分，合作合作愉快，来来来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作为一名合格的主角呢，永不言弃的精神和力量感也是主角魅力的重要体现，所以接下来我们会通过一个掰大腿的游戏选择你们的角色和搭档。掰大腿，我没输过。
你没输过，没见过能掰赢我的。妈呀，全身肉就只长在大腿。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这个一 v 一的对手，然后抽到空签的男生自动进入下一轮。来，朋友们抽签，来吧。这里面，抓紧。完蛋，我这个感觉不是轮空的。B 签吧，来。可是线上的啊，你们俩都不在一个关节上面，不在一个关节上面。不是，是真的。我就要弄他的小腿，往后一点，我就要把你的小腿堵了，给你打开。这好像欺负小孩子一样，这个。那你要不要垫个垫子？苹果香，苹果香。没必要，没必要，没事，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没事，扛腿顶着住，就开始在那夹了。对，没事，我试一下，我看一下你的力度啊。来吧，来吧。三、二、一。哎呦，哎呦！你怎么往里收啊？你怎么？三。二一开始。开始哥，你别演，你用点力嘛。我发毒誓。再用力啊。这是你全部力量了吗？你问他我用没用力。有力吧。有吧，应该。你再用力啊！你让他闭上啊！不，你要把他闭上。哦，我把他闭上。啪叽，啪叽，啪叽。秒毙，秒毙，真的是。你这儿好痛，扎人。我练过的，这把这骨头削过的，感觉是有那种倒刺。来，我们请 A 组。我觉得他肯定厉害啊，他练武的人，对不对？哥，你小心哈。嗯。你万一的力气实在小了，你突然开那一下，可能你今天晚上录不了了。怎么算打开？就这样就要打开。哦、会很明显的，待会儿就知道了、哦。待会儿你可能会打很开，就我们就知道了。天哪，好紧张呀，就是。为什么？好，来了，三。二一开始。我真长不了啊，真长不了 啊。我真长不了啊，真长不了啊。我真长不了啊，真长不了 啊。算打开吧，算打开吧。打很开，你输了。你是因为跳舞，他腿很有力量。那肯定他跳舞，他那夸夸哭哭那啥。你平时你腿都不动，你下半身你都瘫坐在凳子上。恭喜明浩获胜，两个输方来比一下那个倒数第二名。我跟你讲，我这要再输了，就真的我能输你杨迪。西门迪，我跟你讲。我封氏家族整个颜面就在我这儿了，现在两个企业看谁的胯好。没听过我的歌吗？胯。主打的就是一个胯。来，三二一开始。多一点。我再动多一点，夸起来，夸起来，家家都张灯结彩。我啪叽，杨迪，啪叽，杨迪。这是你全部力量了吗？我能输你杨迪。哥，
你这条腿废了。你这双腿只能说爪爪。你太搞笑了你。那就是刚刚获胜的两位，你们三个人手心手背。手心手背。你们俩先啊，我们俩先。哇，但是他的膝盖好尖呐、啊，好痛啊！你感觉像这个？把刀拿出来！没有，真的，他的膝盖好。爹，把刀拿出来，刀，把刀拿出来。你很像有一种那种虫，腿是带倒钩的。蚂蚱人，三、二、一，走。哎呀我还没使劲呢。OK 来来来，我们自己来，我们三二一，什么的，风势家族为了荣耀滚，打开你风氏集团两双腿都没了，打开呀、马上就好了，马上就好了，就 OK、我最后一次，三二一，啪，打开呀，啪，啪，啪，哇，没劲了，没劲了，没劲了！哇，恭喜司徒家族获胜啊！完了，你们风氏集团腿都烂了。腿都烂了。好，你进决赛了，马上开始。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西门家族的人。快点开始吧，哥，来吧，来吧，快点开始吧。但是，裁判，他的牛仔裤很厚，所以会给他帮助的。咋了？他脱了呀？人家穿着来了呀？这不太好，不太好，里面就、啊、来吧 ，Harry， 没事啊。其实没有疼，没有疼。上官家族，司徒家族。2024年终极对决，来，准备好，来耶！啊！突然间，没有，三二一，开始。好，我来，对吧？好，我按照正常节奏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我，加油！加油！我司徒家族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司徒家族，司徒家族的腿好像不太行了。司徒家族，上官家族，上官家族赢了，恭喜上官家族获得第一名，好强啊！他练武当然强啊。我在团里是最弱的，没想到来这里竟然能得第一。什么意思？赢了还讽刺我们。